哎，没什么问题，应该还在讨论三楼要出什么。嗯啊，直接蒙多去打污点，这也是悲伤自己率先使用的开发出来的打法。是打杯外面有酒桶嘛，可能是觉得对面拿牛头，自己拿酒桶可以来打。rapper 的侠6场100%的胜率，嗯，梦子哥的这个卡莎8场100%的胜率，是吧？总有一个人，总有一个人要破，要破100%胜率了。但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自家打野是个蒙多，卢锡安其实还是船长，嗯，船长会好一点。龙宝说的船长，就主要是蒙多这个英雄，待会三级那波来上不好帮。是，好的，这场 W 对阵 EDG 的 BO3 第二场已经打响，在第一场比赛中 ，EDG 是拿下比赛1-0暂时领先于西安区将主场作战的 W。 那如果 EDG 再赢下这个小局， EDG 可以锁定在常规赛的前二。一直打了起来 ，Miko Q 的 Missing， 不过伤还不是很够。是 Missing 技能还没有学，实在不学个 Q 就行了。杰杰学了个老虎形态过来敲两下香克斯，香克斯有点痛。哎呦，哎呦，哎呦，差一点。香克斯这心也是够大的，这闪现硬不交。是，哎，这波想来搞一下圣枪哥，但圣枪哥这个血量感觉保持的还可以。写一个蒙多想越塔，感觉不太科学啊。嗯，这边中路想搞香克斯，香克斯蓝不够，闪现直接拍晕，能不能跑？再交闪也要死，不交了。好，上面上路也来动手。哎呦，两边同时被桶扎倒了。来了，第一个桶弗兰多是已经点掉了的。哦，就硬伤害灌死了。对，还是圣枪哥得稳一点啊，因为他现在上路再被耗血，上路又要被越塔了。是，就是过程没控，但是自己 Missing 的血量不好，还好闪现躲了鱼坦这一指啊，但是可以越的感觉。有一个倒钩的蓝，哦，蓝都指上去，再想耗一波血，先打起来，给到 Missing 没闪的，又是被点两下，而且旧梦没治疗，直接一个 TP Missing。哎呦，这个火凤凰形态没烫死，还是烫死了。这里跟闪过来想换手五点，但治疗术直接给自己的打野抬了起来。EDG 的下路跟打野之间的联动啊，做得相当好。发育，嗯，甚至想开勾到，趁着蒙多在旁边想打一波血量上的优势，但是 Missy 也是吃到倒钩。啊，呼吸哥直接在 CD 啊，被推回来感觉可能要死。把这线推进去有机会。一个大招闪现拍，拍在塔下，双量 TP 是两个中单。落地位置，战克斯先往后撤，去跟五点去对干克，而是自己能够甩的速度跟上了。菜刀抢蓝，没视野的，没视野，但是小一的视野打架，漂移过来，哎，感觉有机会啊！这波 W 可以打，哎，这不打吗？感觉有点过于稳健了，这波感觉 Miko 给机会了。对，在整体上的局面来说，还是 EDG 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是的。推你一下下路一塔，船长可以推下上路一塔，但是 EDG 进赚一条小龙。EDG 现在要开，看看先吃上去，先找悲伤大招控住，哇，直接秒掉了。再肉的蒙多也抵不过这一轮伤害啊，虽然说蒙多大招是没有及时去开，要逼过来，毕竟杀了打野呀、啊。5000多的血剑，太太一勾没勾到，没勾到，想一开始想勾一个后排的 Scout 的，毕竟先走前面大招想给侠，漫天被接走的一个倒钩，伤害直接拉满一波，单杀掉了泰坦。1000多的血剑，船长大招已经炸在了里面，弗兰多马上被打400多，来自方 EDG 稳稳的撑掉这波大龙。同时纳尔到了一个上方，4秒钟的回城 ，EDG 想全身而退，卡莎给 W 再接大招，想直接去找圣枪哥的麻烦，看一下电箱还差两下，卡莎 A 不出来了，反倒把自己的闪现给打了出来。哇，这一波 Viper 太帅了，肉身开团逼掉了，骗掉了，利用这大招骗掉了 Missing 的大招。是泰坦这个大招甩出来，其实甩给侠自己也需要再考虑考虑，本身侠是有这种操作空间的。看一下这波回放，哇，直接完全被秀了。狂风漫天飞雨打躲一个大招，哇，那这一波 EDG 又把小龙坑的位置站好了，八条在这个位置威慑力极强。又要杀，想杀蒙多，哇！开个大招回点血，大招闪现都没了，大招应该可以帮他回到一半左右。现在蒙多这一种很尴尬的呀，没感觉坦又坦不住，控制又没有。buff 也快结束了，是30秒，看一下要不要利用大陆 buff 的小尾巴，开一波小尾巴，杰杰直接带球，又想去找蒙多，蒙多表示为什么受伤了总是我，而另一边 Miko 也是承担了第一部分的伤害，旧梦在后面给了他几剑，漫天飞雨又躲了泰坦这一攻，双方就交换了一下野辅。Viper 的走位有点嚣张，刚好吃倒钩，再给一个暴击，直接将其秒杀待定了。这波旧梦直接送掉了呀，姐姐一丝血，同时被把进场的黄金又是一个倒钩将其带走。这个侠完全飘了起来，吹波 Q 的侠旁边圣城哥也在去粘 Breeze， 受了三个人的激活，又打出了一波三环。
并没有打出单环，再跟上后续的输出，发条拿到这个人头，甚至还打出了团灭，这一路是要破掉的。被 Viper 秀烂了呀，这把感觉 Viper 个人秀，个人秀。刚 Viper 我没看错的话，倒钩狂风之力直接把飞剑和卡莎给秒了。对，而且闪现是躲掉了沙皇的大招。哇，他走位躲的好像是。在非常 EDG 的一局中，在最后推门牙的时候选择了不 EDG， 我直接先下一个门牙，然后并没有选择一波，再撤一波，继续回归 EDG。闪现拍八条大招给到你，那个悲伤确实这英雄感觉到现在根本坦不住，坦不住。然后接下来就看 Viper 的一个表演秀了。闪现一勾是被大刀给反应过来了啊、哦，然后 W 命中 ，Viper 这个Viper感觉在卖着，一狂风太帅了，对的，这个一狂风之力。然后去沙皇去切他，他一个啊、哦，他是体现闪的啊、哦，往后拉了一下，走位扭掉了。Viper 现在6-0的一个战绩，旁边悲伤又粘住了 Mako 暂时往后拉下位置，这个口子比较狭窄，还有点 EDG 的野辅是比较危险的。艾卡西亚的暴雨打的人并不痛啊，又开出了旧梦，旧梦一瞬间被秒了，同时在秒到的还是受悲伤。蓝方全员齐上 ，W 可能要被团灭，这是一个一波的节奏，拿一巴掌再次拍翻两个，发条一波 Triple Q， 将这场比赛完全要结束了。EDG 凭借着这个 BO3 的胜利，应该可以锁定在 LPL 常规赛的前二名。是的，可以恭喜 EDG 了，一波了。这场比赛原本我们会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发育局，双方真正要打到30-40分钟，但是 EDG 啊连续两波在野区的节奏找到机会，2-0成功带走了 W， 恭喜 EDG 锁定在常规赛的第二名。Viper 全场的最高输出伤害，并且有几波非常精彩的操作。就像两位老师讲到的，理论上应该本场的 MVP 没跑了。本场比赛的 MVP 没有任何的意外，给到8-0超神的 Viper。这位经济差3900，然后这也是他这一次春季常规赛第9次斩下 MVP。各位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让我们恭喜 EDG 2-0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我们邀请到的是他们的打野选手杰杰，请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EDG 的打野杰杰。欢迎杰杰。那么今天第一个问题呢，你们今天是2-0干净利落的拿下了比赛，同时也是终结了 WE 的6连胜，那么你认为今天赢下比赛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今天每个人发挥的都比较好吧，然后失误很少。失误比较少，然后在团队的沟通配合上感觉你们做的也是非常默契的。那么今天在第一局 BP 的时候，对面选择的是一个锤石和女警这样下路在前期推线的体系，当时你看到这个体系之后，对于你的打野前期的思路布置是什么样的？这个组合前期会比较凶嘛，然后会在吃都城的时候会给到我机会，就如果击杀一波的话会让他们很难过。啊，是在吃度层的时候会给到你的机会，当时你的 gank 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第一局的人马是妥妥的节奏发动机，你是怎么样评价人马在这个版本的级别呢？就感觉选出来就很稳吧。选出来还是很稳，那你是如何评价这个平衡人马在前期的刷野和 gank 的效率的？走到哪刷到哪，然后抓到哪了。走到哪儿刷到哪儿抓到哪儿，同时也是跟你的思路应该设计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在第一局的时候你们是赢下了比赛，但是为什么会主动换边到蓝色方呢？这个选择是怎么考虑的？就蓝色方胜率高一点吧，对我们队而言。蓝色方胜率高一点，应该 BP 做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好，我们来聊一下第二局的时候，第二局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在第一条大龙之前，你们在对面的野区抓到了对面的打野蒙多，当时这个点是怎么找的机会呢？那波是我们的进攻回合，然后我们就去野区里去抓人嘛，就抓到谁都可以杀的。是在视野布控的前提之下，然后非常巧妙的抓到了打野的悲伤。然后接下来你们去打龙的时候，对面你们一直在打龙，然后对面 WE 这边也有过来去接这个团战，当时你们是怎么决策的？就一开始是想逼船长大招然后再打团的，后面血量低了之后就决定先把龙 rush 掉，还是选择一个先 rush 龙，但是后来船长的大招放下来的时候，对于你的控龙也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还是稳稳的把这条龙控了下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今天你们2-0拿下比赛，也是成功锁定了常规赛的前两名的位置，可不可以问一下 EDG 在这个春季赛的目标是什么？
拿一座奖杯吧，因为我还没有拿过属于我自己的奖杯。拿一座奖杯，那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和我们一起期待黑暗骑士拿下更多的胜利。好的，我们也感谢杰杰来到赛后采访，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